我是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国彪，我哋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，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。呢几个咩事啊？上到嚟警察总部拉人，仲要拉副处长。廉政公署，我由细个已经听到呢样嘢，就佢哋嘅势系好强。咁我戏中都有句对白：香港嘅执法机关只有我哋直接向 C.E. 负责，连保安局都冇权过问。咁我角色嘅思维就系好 I.C.A.C.， 就系、是。總之法律在我那邊，站在我那邊，我站在法律的原則去看事，我不理你是誰，你有多高職位，我都有權去拉你。這個其實就是我的角色的精髓。現在能夠破案找到韓志樂下手，特別的這些機會只有一次，這個很可能是屬於我們時期的水門事件。這個角色最正的一件事就是對白，我對白很多很長，但我對白其實很強，因為我要講的全部都是有淡的，有 substance。 12月8日下午那兩個小時，你是全香港實際上最有權力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今次《寒戰》這部電影執導的是兩個新的導演，分別是 Sunny 和 Longman。 其實我很開心遇到他們兩個，第一件事就是看到劇本，一看劇本已經知道思維很清晰，劇本很好看，整件事其實你已經知道，在 Sunny 和 Longman 的腦袋裡面整部戲已經在了，只不過是要透過我們的身軀來表達那件事出來而已。